mudah-mudahan banyak lagi orang ditolong, diselamatkan famili orang miskin. Nam u khóa tiểu bó ế tế không khóa khóa giai ráng ế sinh quả. Tại quê càng lại mỗi một cái quốc gia thì đã vô cố à nà thì đã con yên kỹ sang một số à cái khoa cái kiến cải hoặc khoa khó à nhân sinh chính là khó à hết căng thì đã khôi hồi khoa được thì đã bỏ má lại sẽ á hết cái so dài có một cái địa phương là bình thường người này cái gọi là ô khu là因呢向来几代人拢伫遐，因真多啦。拢无好食的，看到因是海上违章，囡仔伫遐内底哩，三五个一群，伫遐创啥货呢？好亲像伫咧外牌啊、耍石头，好像拢有咧输赢，几仙钱的输赢。看到呢，真唔甘。看因伫咧行路，一个人、两个人前后接着，脚骨唔是安尼行，伊在安尼行。看因行得真自在，确实呢，要入去探访的人。惊叫啊，步步危险。看的人呢，也感觉啊，这是要安怎过啊？那伫外面的人，生活无关系，伫安尼的环境里，那遐的人呢？就是活伫迄个所在，咱伫外面伫咧生活，感觉大自然啊，寒，咱会安尼缩真寒，唔敢出门，真热呢，咱咪覕个冷气会内底哩，伫迄个所在，寒呀！无地通好味，下面是垃圾的海水，真可怜。确实呢，需要有心人啦，会当去甲伊辅导，囡仔会当去读书。看，囡仔已经经过两三年的时间，改变了，迄囡仔呢？现在啊，读书真认真，这叫做反转人生。给伊一段时间，靠伊家己的能力啦，伊也会当安稳快乐。因此嘛，呀，那是会当整理干净来啦。大家人好好的生活，整顿好遐个环境，应该呢，海一片远远看去是蓝蓝的大海，清清的天呀，应该呢，也是一个静寂渺小的好环境。只要有人呐愿意帮助，那去辅导伊，可以慢慢改变，他也会慢慢改善，迄种安稳快乐啊，寂静妙想与天地啦，为家那以海面呢的生活，应该也是可以慢慢啊改变，这都是感觉讲哦，咱有福的人啦，都爱时时祝福，爱祝福啦。有一群人祝福祝福的菩萨，去发现到遐的人，所以因用心会继续慢慢帮助因。所以讲起来，人间啊，要会当得到安稳快乐、寂静妙想，这是无简单哦。咱来祝福啦，咱那会当安怎到个世事应时啊？攀缘心断，咱平时安尼生活，咱爱祝福，但是呢，真侪世间的杂烦的代志，啊，这呢就是美中不足。咱啊，以世无清，以事无清，以人无清，啊，其实呢，世俗事啦，应时啦。就无代志啊，偏偏呢，总是在人间啊，以佛陀的教育入人群啊，去演苦难的众生。菩萨所言演苦众生，世间苦难事偏多，不忍心呐。都爱立人群攀岩呐，虽然呐，立人群爱去插人讲哦，啊你哪会遮辛苦？啊你会顾有虾米人会当照顾你？啊那有断了言，啊咱都爱赶紧去替伊找啊，找出了。伊个亲人去解辅导，啊，是大人爱顾，爱较接来较关心，也那是也找袂到，去发现到啦，即群菩萨都去解照顾，时时去关心，时时提供物资，去安稳生活。这呢是攀缘吗？啊，应该咱会当毋捌哩，确实呢，将毋捌的人，咱去甲找出了张三李四，咱捌伊，咱知影伊的人生过去都是安尼安尼，现在呢落魄，现在呢病苦，现在哦等等。所以咱爱不断去关心伊，这虽然是攀缘呐，但是呢，用菩萨的心，咱只有替伊烦恼，咱无烦恼。烦恼呢是欲念得失，这才叫做烦恼。也那无欲念、无得、无失啊，那就无烦恼，是为众生去付出。咱会当尽偌侪力量，咱发现到去帮助伊偌侪，这是一种清净的爱，无有攀缘的烦恼。所以这菩萨情呐，甲世俗情呢是无同。菩萨的心付出无所求，所以无得也无失。